现在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你们也想知道对不对？在银时空，摇头代表是对、好等肯定的意思，而点头代表的是不是、不对、不好等否定的意思。竟然是止戈的分身。在十二个时空中，每一个时空中的每一个人，在其他不同的十一个时空里，都有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个体存在，我们称之为分身。六七四十二，对。八三二十四，对。九九八十一，全对了。时空的数学程度也太差了吧！以我铁布衫的功力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到我。不行的话，大家都可以试一试。怎么了？哎呀，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丈夫，快走开，难看难看，快走啊！哎，你爸爸是谁啊？我晚点再去跟他道歉啊。我没有什么来头啦，我只不过啊是一个穿梭自在。穿梭，我想起一首歌，我穿梭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，跳至群里世界滴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。我穿梭金星、木星、水星、火星、土星、水星，至群里世界滴滴答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你说赵云他去弄了一台紫焰流，是那些叫你等一下，你是没听懂吗？哦。全天下也不过只有两台紫焰流，不是吗？对，就那件。那赵云他偷的那台紫焰流，该不会就是全校盟盟主、东汉书院总裁刘辩珍藏的坐骑？是，就是那台。Yes。完蛋了！他竟然去偷盟主的紫焰流！赵云呢？赵云呢？哎，怎么还是只有我们两个？哎，二哥。哎呀，什么了？两个猪头，你带一个。两个猪头把大哥搞丢了。你还笑我忘了带盒饭，我看你还忘了把你大哥带回来吧。